也是圆一个梦想。OK， 对啊，因为我第一次有头发穿上我们的排球队的衣服，对，排球队相信大家一定圆一个梦想。好，我转回来。好 ，OK， 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邱子轩兼卢彦泽。大家好，我是何晨恩谢一宏。对，那我们现在呢是在日本的北海道札幌，Hokkaido Sapporo。啊，よろしく。对对对，よろしく。お願いします。然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就是算是一种毕业旅行的概念，对，没错没错。然后我们现在在李小璐，这是我第一次来到Japan。第一次来，哇，第一次，那你恭喜你，我好几次嘞，小时候跟家人有来过。哇，老司机老司机，对，好不好？那哎，他们老司机不是这样用，还是讲出来了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在李小璐这条商店街，我们就是走走看看。日本真的札幌真的好吃好玩好逛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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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就跟着我们竹马一起逛街吧，好不好？今天是我们自己竹马 TV 开台，对对，因为我们自己身兼主持人，还有扛摄影机的部分，对对，摄影机就我扛了，然后主持人就你担当，好不好？因为其实日本都来说渊源很大，什么渊源？因为大家都知道，我剧中的女朋友小小就是日本腐女，日本人嘛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但是很可惜，她今天不在北海道。对，大家可以扣他过来。对，可以扣他进来，好不好？他也告诉我们一定要来北海道玩。对对对，而且北海道这边，李小璐这边非常好逛，而且一定要逛一间药妆店，就非常的超值。超值，我觉得，哎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人影，我来看一下哦。我看一下谁？这边，我刚看到下面闪过一个人影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啊，介意吗？你说不是啊？介意。我们的国际知名插画家莱摩，哎，跳掉。哎，欸，这个应该一定要跟他，一定要跟他合个照。对对对，他的账号有随机的图片跑出来。对对对对对，让我们看一下哦。来哦，我切前一幕给大家看，对，前镜头给大家看，拍照留念。哇，哦，有了有了。对，你要不要跟国际知名插画家来？好，我先。Yeah, 好 start, 好，各位，那现在我要开始按 start 了 ，start 我们就开始可以跟他的随机的图片合照。对，然后你们就疯狂截图，好不好？帮我们截图。好，对，大家帮我们截图。一，开始。大的，也是很酷哎。等一下，你挡住了。挡住不是？对。大家帮忙截图一下，不然。因为它会随机的出来，所以呢，各位你们来到这边，你们想要凑齐每一个图案，可能要一个下午。对。相信大家应该帮我截图到了嘛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现在换圈，不要让队长就是做一些无意义的动作。对对对，刚刚好多路人在看我。好，我们换圈，我们换圈。我就不要，我就跟你相反，我不要坐在我。OK， 好，我们来 start 好不好？好嘞 ，start。哦，有没有？好，大家好了。还是我要做那个人面海报。OK， 因为他有一个很有名的动作叫人面海报哦，对，还有真的很有趣哎，对，这个非常的酷，真的来北海道札幌可以对来这边拍个照，好，然后拍个纪念照，跟国际知名插画家，然后这间药妆店呢叫做傻子多啦，噔了噔了噔，他是来日本札幌一定要来的药妆店，因为里面非常丰富，哦，然后我们也被交代说一定要来这边。我们也被交代说一定要来这边逛逛买买，没错没错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大家，因为我们想说可以帮我们排球队的大家可以带一点什么东西，对对对，我觉得排球队的大家都非常需要很多营养，然后还有很多 Lady Coco 的东西，我觉得在药妆店都可以买得到，像我知道某些人有些都会挑食，所以呢那种帮他们买一些营养补充品是很重要的，像是家君啊，对对，我知道他只吃肉，他超挑食的，然后宇豪啊、正文、正武啊，他们都非常需要补充一些东西，我们就来帮他们看看咯，就让他们羡慕一下。Okay. 我们要去萨兹多拉，萨兹多拉，萨兹多拉，非常好记啊。然后他旁边他有主题曲，哎，我们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放主题曲的。大家有人是边上班边看呢，那就让你们好好。不过大家一样可以帮我们父母一半一起进来，好不好？对对对对对对，跟我们一起来北海道玩。然后我们先再进来逛，我刚刚看到一个很酷的东西，这个什么东西？哦，是他知道里面有这个换零钱的地方，对，换钱的地方，日币可以跟各国的兑换，对对对对，你可以台币换日币，然后各国的币别都可以进，对啊，所以你不用怕说我来这边啊，哦，我想买东西，但我忘记带钱，对，没错，对，你可以直接来这边兑换哦，人家上面都会当天的那个汇率，大家都可以直接换，而且我日本很厉害，就是他们就是精致，什么都很精致，对对对，就整台就很精致，没错，对对对。
OK， 我们现在慢慢大家看一下、哦。一进来就看到泡汤，因为日本人的文化蛮喜欢泡汤。我上次有来日本，以卢彦成身份来日本参加东京的一个见面会，然后大家很常送我泡汤剂、入浴剂，然后这边就有可以给大家看一下。对啊，爆入浴，爆入浴吗？是吗？而且它上面就写脂肪分解酵素，感觉蛮适合你的。对啊，而且很重要的是，你去泡汤，你就是要流汗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这就是帮助你流汗，所以我会觉得，哎，自动派对大家可能都需要一包。啊，我们打完比赛之后就要泡汤，就是享受一下，就可以泡个入浴剂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然后我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李先勇的身份呢，他第一次来日本，然后我们就来日本住了几天。然后他说他每天都泡澡，我太爱泡澡了。他每天都泡汤，对对对对 对, 对。那你就是今天就可以买，今天要买啊，要买啊。然后而且我是全买，对对对，然后全都倒得进去。不要好不好，记得要来浴室救我，不要随便乱泡。对对对，好，我们就先来走一走了。这边真的很适合，我觉得不仅仅适合女生，我觉得男生啊、学生也都可以来。没错，大家可以多来这边看看，太多商品了。你可以买一些东西给小小，就是有女朋友的。还是其实他今天没有陪你来，其实是因为，好吧，我就而且没有，他叫我帮他多带一些东西。而且我终于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说你来日本，你一定要来他们的药妆店。对，来日本一定要来他们的药妆店。太多东西了，对，我们现在在沙子多了，甚至跟药妆无关的也都有，我可以称它为百货公司了。算是另类的，真的非常好逛。嗯，然后上哎，对，来看一下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想要，我一定会买这瓶芦荟精华露。哦，芦荟精华露，芦荟精华露。因为我是比较敏感的肌肤。有吗？我来看一下。比较敏感，超敏感的，有没有？但是我很会保养，所以就用芦荟，因为芦荟可以帮助你去除那个刺激。对对对对，舒缓啦，舒缓。对，所以呢，我会带这瓶。帮我带一条，因为我们队上有一个人还蛮喜欢冲浪的，不止一个人啊。然后他最近也很多人喜欢冲浪，很多人喜欢冲浪。就是很喜欢夏天的信夏那位学弟咯、他很喜欢冲浪，对对 对, 对，所以等一下要帮我拿一瓶。好，没问题。就是这个芦荟精华露。好，我们再继续看。有一些我们排球队有谁有头发的困扰吗？我觉得就你这没有啦，你不是过几天又要剃头了吗？啊，讲出来哎、欸。对，我相信很多人会问说，哎，我们既然还原了排球队的衣服，那为什么我头发没有还原？那我们现在就来还原，好不好？大家是不是想看？我们想看还原，我们就来药妆店找剃头刀，对，好不好？如果药妆找得到剃头刀，就剃。我无话可说。不过我刚刚逛了一圈，应该是没有剃头刀。你刚刚什么时候逛了一圈？我才刚剃。就是队长很怕被剃头，所以他一来日本，他就先逛遍所有的店，然后叫大家把剃头刀收起来。我就怕趁我睡着的时候，一个出其不意，我的头发就全部都撤离了。哦，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，这个牙刷非常好用，它是日本好像排行 top one 的那个牙刷。等一下，为什么里面有一个这个？我有一点，子萱有一点那个，就是、啊、子萱不生气，子萱不生气，好不好？这个牙刷它是非常非常细的毛，对对对 对, 对，它好像还有分等级，有那种很细特细的，就是各种都刷得到，是不是很棒的一个牙刷？它很就非常的对。有自信的在上面写 number one， 对啊，而且我们两个算是牙齿保健组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露一下牙齿吗？然后他说，听说他这个刷毛很细细到，就是你连牙龈齿缝中间都可以刷很干净。对，没错，就是我们这次来休学旅行的团队有人介绍非常超值的一个牙刷，大家可以来，对对对，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药妆店对他非常的重视，除了这边以外。这边也有，哇，就是到处摆，对啊，對，到处摆那个牙刷，然后这一排就是牙齿保健的柜位，你看这边也有 top one，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日本对牙齿保健的那个重视是怎么样，对，因为人家说你牙齿健康，你的身体基本上就健康，没错，所以大家一起跟我们去做好牙齿保健哦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往里面走，就是往剃头刀的方向前进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我们现在就是带大家逛逛，好不好？对 对, 對 ，OK 啊，我看到这个吹风机。这吹风机很有质感，我记得台湾很多女性很爱用。那有人需要吗？我是不会帮你们带回去的。对对对，好不好？底下留言，我超爱卢彦哲，我们抽出100位，然后送给你。乱讲，这是贺成恩和谢一宏的言论，不代表本台立场。我们预算不够啦。对对对对对。哇，只有两个人休学旅行，然后这边就男性的东西啊，我们有刮胡刀，现在还是。
还是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好像想到一个什么 idea， 就是如果找不到剃头刀的话，你说用刮胡刀来刮是不是？你自己提的，我没有、没有没有，我只是听出你的揣测，听出来是不是，好不好？来留言刷起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现在大家还在刷我超爱，真的超爱，平平 ，Hello， 大家可以刷说我超爱，用刮胡刀剃头好不好？如果真的超过100位的话，我们就考虑一下要不要买刮胡刀。或是大家留言，卢彦哲，我要吹风机。预算不足，对，预算不足。刮胡刀我问一下竹马 TV， 大家有没有预算？对对对，我们应该要先买几个东西送给他们。当然，我们是10万人的团队，没错，我们是10万人的团队。然后这边就男性的，就是脸部保养的啊，然后除毛的刮胡刀，然后大家会想说啊，那女性的东西咧，那不用担心，我们先带你们去逛。不用担心，应该是说这里大概80%以上都是女性的东西。对，我们只是把这20%的东西介绍给大家。还很贴心，就是你在逛街的时候，如果手机没电可以充电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在后面。哎，真的就有插头哎。不是这个啦、不是这个啦，这个啦，哪一个？后面啦、对啦，就是这个齁、对，它旁边都有那个可以充电的。我再介绍一个最原始的，对，然后这个是高科技的东西。所以它很贴心的提醒你，就是我们在逛街同时，你们可以充电这样。对啊，因为其实说真的，日本我觉得怎么样？少勋出现了，少勋，不是去那个吗？不是去冲浪吗？对，等一下平平他都讲哎、我超爱卢彦哲用刮胡刀剃头，但是你要想说剃谁的头？对对对，剃卢彦哲的头吗？我们期待卢彦哲有新的造型挑战。少勋进来对不对？嗨，少勋，不好意思，我们现在毕业旅行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你要不要好好练球啊？有没有大家需要什么？你们就是可以讲一下，学长就尽全力帮你们带回去。对对对，而且少勋，你现在不练排球，跑去练篮球了是不是啊？不要说我没有帮你宣传，好好打篮球，那排球也不要忘了哈。好，哎 ，good， 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好，往里面走。对，是蛮好玩，蛮好玩的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，就是跟我的竹马来日本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有趣。我们千万不会说我们晚上在房间打哦，然后吃很多零食，对对对，然后泡面。好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少勋说给我安分一点哦，我也很乖啊。会啦会啦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呢，这个美容的用品其实我也有在用。我不会跟大家讲说我有用，这边就是美妆的。对，这里就是我们所谓的80%的女性用品啊。对，而且它美妆产品的柜位摆得非常的刚好，对，就是它就摆在结账的旁边，所以你们。广大女性朋友们，然后就是买完，然后你不会提得太重的东西，你们就买一买就可以直接收银。对，然后一样，这边都会有免税的柜位，免税的收银台。对啊，那我们要继续看女性的用品啊，你就慢慢逛啊，你就可以慢慢逛，大家慢慢逛。买，考虑买一些东西给小小或中中。中中不用啊，这么讲是对啊。对，中中不用，中中不用，它有很多了。对，大家上班期间偷偷看没关系，但不要太嗨。对对对，就跟着我们逛药妆店。我们不是上班不要看，你不要一直提到别的品牌。就跟着竹马逛札幌药妆，我们现在在札幌的药妆店叫 Sastola。而且跟大家说，虽然我们第一次来到北海道，但我们不会迷路，因为我们的衣服真的太好认了。卢彦哲在那里呀、如果大家等一下有来李小璐的话，就可以看就是远远看到两个穿蓝色紧身衣的，应该就是我们。对对对，我们不是什么超级英雄，我们是排球队。对，大家是不是有没有很怀念我们穿蓝色的紧身衣？对啊，所以各位，其实我们自己也很怀念。对，但是久违的紧身衣，久违的队服，其实有点害羞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穿上去有一种老艺人回去穿年轻时候的戏服，我不承认这件事情。常听说，常听说，常听说，就不知道是我们变壮还是怎么样。我觉得绝对是变壮，有什么好疑问的吗？我觉得衣服变得好紧。少勋说可以帮他买保养身体、保养气色的东西吗？好，保养气色的东西，帮你们帮你们找，没问题。好，我们就是慢慢逛，就是这边还有零食，就如同。队长说的，这边真的是百货公司。我觉得来日本，你没有买昆布等于白来了。昆布真的是，但札幌流行，札幌名产是味噌，对不对？味噌，对。对对。然后味噌还有哈密瓜、昆布啊，细长哈密瓜。对，哈密瓜，哈密瓜。哈密瓜，你看，我们对一下那边，这里
北海道。对，大家有什么名产，其实萨斯多拉都有，对对对，都有。哈密瓜带给你满满的哈味，这个梗是已经过流食了。我想留着，然后给大家做一点效果。你再讲一次好不好？好，这个哈密瓜给大家满满的哈味。哈哈，一个沉默。你是想要给我制造一个尴尬？哎、欸，你怎么知道我是故意的？对对对，哇，这边都是零食区，我觉得日本的零食真的很棒。日本零食很好吃，然后泡面也很好吃，然后东西也很好喝。因为我们已经，你可不可以不要说出来？我昨天凌晨的时候偷偷去买了豆皮的泡面来吃。泡面，对对，我推荐他吃豆皮泡面，然后他就买了两包，买了，然后他还买了那种便利商店里面的炸鸡。哦，好棒哦，真的好棒。谢一红真的很过时，对啊，欸、不要他的梗都有一点年代，而且我还说这些梗我已经想了三天了，他最近想梗想的速度有点慢，对对对，对，然后这边就是有可以来这边逛逛，买一些就是酒精类的饮料给长辈，哦，对对对，好吧，我们还未成年呢，不可以碰酒精，事实上其实已经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但是我们酒还是可以买给长辈，因为这里酒真的非常的精致。对，然后还有玩具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了。我们的队长童心未泯，立刻刷起来！哇，这个有没有？这个长鸭式系列，他看到玩具眼睛都亮，来示范一下什么是眼睛亮。好不好？好了，多了多了多了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各位。玩过的留言刷起来，刷起来，不要给大家太尴尬。对对对。但真的药妆店什么都有哎、欸，好惊人、啊啊！而且这种日本的小车车有在收起的，一定会很开心。同名卡啊，然后什么？对，还有日本的小 BB 啊，哎、欸，小本本又是国际知名插画家，国际知名插画家马来摩。而且有一些是这边是北海道限定的，你看它上面有，就是哈密瓜的。哦，然后还有牛奶，因为北海道也是牛奶，哦、也产牛奶，更不用说全日本盛行的拉面了。对对对，炸拉面，然后海鲜，哇，非常非常多哎！莱摩，你真的，因为我个人有认识莱摩本人，然后我真的觉得莱摩真的很厉害，他就是台湾的台湾之光、啊，文化之光，然后就是到日本也看得到他的踪迹，对对对，而且有一些是就是。札幌限定，然后大家如果来札幌的药妆店可以看看。欸、等一下，梦玲出现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梦玲是不是很羡慕啊？哎、欸，梦玲，那个不要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们会买一些模型，然后自己留着。嗯，对对对，我们买一些，就是我们会送一些就是对象需要的东西啦。啊、那你私人的我们就不会帮你带。对对对，等你们来旅行了。对对，正文留守台湾。对，没错，原来谢红不止头发变长，还有什么变长？哎，还有什么变长？赶快讲清楚哎！现在才下午时间一点，就是台湾时间一点，然后对对对，日本的时间脸也变宽了，有比较。你为什么要在直播人身攻击？好了，我们还是给大家看莱摩，我们不要理梦玲。对，来这边有莱摩的商品，有。对，刚才有人说梦玲应该也穿不下之前的这件运动服了。我赞同，给你100个赞。很坏、欸。天泽，这个是，这个是香蕉，对，香蕉给小朋友的玩具， okay. 对。哎、欸，还有雨伞呢，还有雨伞，上面也是有莱摩。我发现其实我来日本这几次，我发现有遇到下雨嘛，然后我发现日本人蛮喜欢透明的雨伞。那如果想要低调，里面带有一点设计感的话。因为就可以用莱摩的雨伞，遇到下雨，透明的，对啊，下雨好啊，下雨好、啊嗯，下雨好，下雨好啊，对啊，老梗，好，我们继续看，好，带大家看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真的太好逛了、啊，萨斯多拉札幌药妆限定，对，然后玩具、婴儿用品，对对对，等下你这边停留的有点久哎。这个真的我们要很好的健康的介绍，身为一个如果以后大家做一个好爸爸，这个东西好妈妈，对，这个是要学习使用的。好，我们先放回去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年纪还不适合就是介绍这个。来这边直播好怕队长倒向一个歪掉的方向，不可能现在来几点。然后这边有没有，然后哇，我好喜，你知道吗、啊？日本的饮料会让我每一罐都想要喝喝看，因为太精致了。但是好像是小朋友喝的吗？这边是小朋友的用品。我们刚刚就进来啊，有看到就是其实外面有酒，然后有泡汤的，然后美妆，对，然后
一些身体保健的产品。Hello 我们看到有认识志宏中学的人，对那我们就不带到他们，我们继续逛我们的。哦，原来我们排球队这么知名啊，已经打到国际去了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们有在国际打过比赛。哦，对，国际比赛，我们有在日本也打过比赛，对，国际的 low 比赛，电竞比赛，排球比赛，对，排球比赛啊，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口罩。啊，对，那个口罩，我有好几包。等一下，我给大家看。对，好几包这个口罩。这口罩其实也是来日本很多人必买，因为其实口罩效用差不多啦，但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戴起来要帅，这个口罩戴起来真的很帅。就是装帅，对，装帅，就是让你戴起来好像有那么个样子，推荐大家。而且很多颜色，然后我之前有买深蓝色和黑色，然后谢宏他也有买。对，如果我们走在路上看到你也戴这个口罩 ，OK， 我们就知道你是自己人，刷起来。所以我们在路上如果看到有人戴口罩，我们就跟他击掌，好不好？对对对 ，OK。然后根本不认识，根本不认识，就是哎，然后结束就，他谁？还看着他？对对对。哇，这边有休足时间啊，就是很多来日本买东西、药妆代购都会看得到的商品。其实你这边整个药妆店，你从头到脚都可以找得到保养它的方法。对，我突然想到你这一句话用，就是假装日本人的口语讲一下，因为谢永他最近很常模仿日本人。因为我日文不太好，所以我只可以模仿日本人讲中文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日本留学生，在台湾留学5年，然后我带大家来这个药妆店是要看一下那个口罩。等一下，你怎么样？先这样就好，先这样就好。其实后面越来越不像了，可恶！你今天可能就是太嗨，看到就是粉丝们跟我们一起逛日本，然后他可能有点太爱。我是日本留学生，而且他口音有点跑掉，然后后面有点歪掉。我为了拉回来，我觉得还是先不要让大家继续听下去。对对对，等我状况好一点，我再通知大家。对，然后他其实来日本会遇到一个状况，就是打喷嚏，空气可能太干。就从比如说我们从台北过来，然后就会比较不习惯，因为台北比较潮湿，然后日本就比较干冷，然后他就是这个对的气温不适应了。对，他来的这几天他就过敏，一直打喷嚏。对啊，我好难过、哦。然后我觉得可以分享这个给大家。这边是一个有加湿的口罩。嗯，它就是口罩里面还可以放一块，就是加湿的那个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、啊，反正它就是可以放那个。而且包装已经告诉你，你看连企鹅都不怕干燥了，你知道吗？连企鹅都不怕干，很可爱的设计 啊。然后这一款就是加湿口罩，你如果真的来日本。太天气空气太干燥啊，或者太冷，你们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如果说各位说我不 care 什么加湿，我不要，我只要面包超人，这边也有面包超人的造型，对，好不好？对，儿童口罩，面包超人算日本人的国宝。是，对，他好像在他的那个故乡有他的那个雕像。对，日本很重视文创的东西，我真的蛮欣赏。对，他连海贼王都有雕像，然后。好像火影忍者也有吧？对，我先不带到那个东西。对对对，然后队长走经过一个地方的时候，他的眼睛也是为之一亮。你是说这种啊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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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等一下，没有，好像蛮多粉丝也会，就是喜欢 BL 的粉丝也会喜欢羽生结弦，然后会把他修。我有看过有人把他改成那个算是什么阴阳师哦，对，很适合，很适合。对，然后滑冰我觉得超厉害，对，因为他有那一种很神秘的那种气质在。对对对对对。大家想要看一下刚刚队长在干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来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哦。好，就一下下就好了。对对，哇，这边好少女哦。哇，北海道马油，这是薰衣草的马油吗？对。哇，薰衣草真的好棒哎！很多很有趣的商品。现在 Hello Kitty 也是日本他们的国宝。哎，有粉丝来过北海道吗？那你们可以分享一下，就是北海道可以买什么。对啊，有来。等等，我刚刚突然跳过什么？他们说帮少勋截图，少勋刚刚说了什么？少勋怎么了吗？他说队长不要吵。
少勋要带货，当然没问题啊。我们等一下会去看看有什么值得帮志宏排球队。对啊，我们帮少勋带一点啊，少勋你态度好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在看留言，我们现在在看留言的，谁可以帮我补充一下刚刚在说什么？我看，我看。哎，留言怎么样？留言怎么样？汤咖喱哦，对，汤咖喱有对啊，汤咖喱，大家一样可以尽量留言哦。啊，我们有来这边吃量那个牛奶的冰淇淋，哎，我们先往前。对对对对。哎，少勋，我看到了啦。对。哦。带钱谢谢二。哎，顾里你的中文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吗？带钱谢谢二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哎、欸，你去拿那个什么篮子好了啊？对对对，我们去拿篮子，然后嗯。你要去哪边拿篮子？那边是在门口，而且这家店他们非常贴心的是，他们有推车。哦，所以你要推车？对，等一下呢，我可以推推车，然后子萱你坐在上面，可以不要吗？推车，马西哥，我队长很喜欢学会什么日文，他就开始很勇敢的讲。对，あの，他今天来问我あの什么，其实我也不太了解あの什么，大概是一种语助词。对对对，然后他就一直开始跟别的店员讲啊 no， 哎，这边有那个眼药水，眼药水也是我来日本就是必买的东西，然后他都会后面都会有一些会有写那个就是哎不好意思强度，你平常都戴眼镜，你戴什么眼药水？还是要滴啊？哦，没有，给各位看一个东西哦，好呀，来，这是轩嘛，对不对？的，没有镜片。为什么没有晶片我就不解释，那这边眼药水你真的很烦耶、欸、怕反光，因为我们今天要直播给大家嘛，怕反光了，对啊，怕大家就是只看到，对，所以我就戴隐形眼镜，那戴隐形眼镜和戴眼镜的朋友也都可以用眼药水啊，为什么不能用？那有一些、啊、有一些有数据、就是、就是滴在镜片上面啊，不要乱讲乱讲，就是有一些会分那个数字嘛，就是凉度的。我之前有买到五六的，然后滴下去真的是很凉这样子。五六的是五六不能亡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下一个专柜。大家有没有觉得好像放生队长比较好？他前天不是 po 了一篇文说，就是好希望被放生哦。然后讲完之后，他还是一直跟在我旁边啊，因为我要帮他拍照。对啊，他说他要放生我，我也是落下两行泪的。对，我来到日本，我见不到小小，然后我的竹马呢又要抛弃我。我真的是可以去吃碗拉面，真的就蛮好逛的，然后很多很设计感的眼药水，像这个我看的都觉得很像就是香水，但其实它是眼药水，大家都可以来看看。嗯，哎、欸，所以刚刚是要看口罩对不对？对啊。好啦，就帮夏雨豪买口罩。我们可以带一下这个贩卖机，我觉得日本随处的贩卖机、哦、真的好可爱、哦，这个、贩卖机很厉害。对，然后这边也有，而且你不用懂、嗯，不用怕你看不懂，为什么这边就写的热烈欢迎？OK， 不是他就是写中文给大家看。对啊，非常非常贴心又棒。那我们继续逛。好，我们继续逛哦。哎，对，大家觉得大家有来过北海道的药妆店，你们觉得一定要买什么？告诉我，我们马上去那个专柜冲过去、嗯，好不好？今天没有给他刷个一两百万是不出去的。你会太夸张。好，好，我们 OK。这个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到一个超熟悉的东西。好哦，好，我相信大家也超熟悉。哎、欸，不要破梗哦。好、哦，不要破梗是不是？那我要先遮起来吗？超熟悉的，我要先遮起来吗？三二一，噔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这不是我们志宏中学御用的？对啊，对啊。秋华 BB 吗？对啊，这个根本就是跟我们运动服是同一个配色吧？对，所以你的意思是指我们、欸、他们学我们还是我們？当初教练没有告诉你们吗？我们运动服的配色就是模仿 Chocolate BB 啊、哦，原来如此。等一下，我们有教练吗？哎、欸，中中讲了，中中讲了，大家去私讯他，刷起来。对，这个是志宏高中排球队的大家一定必备的。对啊，而且目前大家记得有看到有谁都拥有啊。目前大家都有，而且大家都说有，大家都说我们这次来日本一定要帮他们带回来，对，一定要帮他们带回去，而且这个小蓝瓶只有日本才有，对，然后台湾没有，那我就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大家
对啊，体胖姐。然后如果说大家来这边，我看不懂英文，我看不懂日文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就认曾之乔，我们的台湾之王乔乔，我们就看到他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边买。对，小杨没，小杨平台湾没有所以真的我们要拿个几罐。对啊，对对对。那个目前现在看直播的朋友们，谁还没有小蓝瓶的，刷起来！彦泽回去，你要这样扫吗？对对对，刷起来！你要讲什么？彦泽回去，po文跟大家讲这个。就是以学霸子轩的身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，为什么我们要吃小蓝瓶呢？因为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E， 然后它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然后它的维生素 E 还可以降低自由基的产生，然后维持我们身体的皮肤健康。然后重点是它还有维生素 B2 和 B6， 就维持我们正常代谢的皮肤健康，所以一定要买。喂，真的是学霸，记得这么清楚哦。那我跟大家讲一下，这种呢，它就是复合型的配方。然后我也，谁说我不会读书，好不好？好好好，那我给你一个特别镜头，我给你前镜头，好不好？ OK OK， 等一下哦。好，对，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复合型的配方，它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B2， 还有 B1， 还有 B6， 一样保持你的身体的正常代谢，还有让你皮肤健康好气色哦。而且它是糖衣锭，它是非常小，而且一样，我们刚才说到，像刚才燕子那罐蓝色的。所以他们都不会有异味，对，而且就小小颗很好吞，我好像吃了药，没有，小小一颗，吃得很舒服。那个 plus 我有哪一个都行，你可以先放里面，就在你的包包里吗？对对对，就在你的包包里吗？来，我们放进去了大家看一下，全国之霸哈，我们在这个是粉丝送的，对不对？没有，这当然是我们自己做的自己做的，自己做个梦想，这我都随身携带，随身携带。单手就可以开一开。等一下，有一堆人告诉我们一件事情。我以为是有一堆人在看我们。就是肖宇旭进来了。哦，邵宇进来了是不是？对对，邵宇进来了是不是？那我们忽略吧。来，邵宇怎么样？邵宇怎么样？可以加入我们的直播啊。对，怎么样，邵宇？邵宇不见了。他不是说他进来了？对啊。邵宇也要买啊，当然我们会帮他买回去。会啦，会帮他带啦。这就是这种中学一人一瓶，因为他是这种配色，我们到时候就是站上球场，对，要有好气势，还有好气色。我们会帮少宇带，因为大家我们就会每个人拿着一瓶，然后站到球场上这样。对，没错。而且大家看得到这个价格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也不多说，但是大概就跟少宇收两倍。这是私人恩怨，我就不参与了。少宇要不要双直播？敢不敢？少宇要不要双直播？大家希望我们双直播的刷起来，好不好？对，就说希望少宇加入，快点。对，少宇加入，好不好？加军。对，因为我们相信少宇现在应该是非常居家的状态，所以他在家里一定是戴着眼镜啊，穿着拖鞋。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让他出来，来。还是其实你气色要补一下，那我给你看一下。这个是台湾很多女性朋友也很喜欢吃的，它是胶原蛋白锭，它有小分子的胶原蛋白。好，对，子轩学霸。我要再次分享给大家。OK， 来我们的 BB 百科全书。美就是，只要看到这个美，就知道它一定可以，就是让你拥有好气色。然后还有小分子的胶原蛋白，让你非常好吸收，而且它里面一样有维生素 C， 可以促进你的胶原蛋白生成。然后一样它有丰富的维生素 B 群，然后可以让你维持好气色啊，维持皮肤的健康，维持正常的代谢。而且它就是跟一般就是我们用冲泡的那种胶原蛋白粉不一样，它没有味道，而且它小小颗的，也非常的好吞。也是推荐给大家要买，那我就是买这个回去送我妹。OK， 没错，他有交代我要帮他买很多。因为女孩子嘛，这个就很适合女孩子使用，对不对？大家看一下上面这个，这个好像台湾也没有。对，这个是日本上班族很喜欢吃的，就是一样是 Chocolate BB， 然后它是台湾没有。那你们来日本也可以带一些回去。那因为我妹还是学生，我就还是买给她好了。对。对。OK， 少宇说要一起双直播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们叫他赶快加入啊！好吧，那我们就大发慈悲，让他加入我们的直播好了。好，为什么你讲一些词我都觉得好有年代感？你说像火箭队或者什么之类，看过的刷起来。好，来，那我们就让少宇加入好不好？少宇有没有加？敢不敢？少宇 ，Where are you？ 互播没机会喽、那拜拜，没关系啊。少宇，你可以退出直播，再重新加入。对。对，好吧，我们现在快了，对啊，大家已经在敲碗了，快了，好不好？
好不好？一样，我们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这个直播，让更多人一起进来看我们怎么狠虐少女。而且来这边就是非常的温馨，对，虽然是杂货，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莱摩啊，然后巧巧啊，然后还有台湾买不到的 BB， 都是各种熟悉的感觉。少女，你可不可以重新再进来一次？对，还是你要不要直接申请一个新的 IG 账号？啊，我看到这个，我现在才发现。莱摩，你真的太过分了！莱摩，你竟然还跟就是 BB 的胶原蛋白定就是合作联名哎，北海道限定，台湾之光，台湾之光，对，台湾之光。哎、欸，少宇进来，少宇进来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是不是？我看到了。等一下哦，共同直播，共同直播。哎，来，我们已经按少宇让他加入了，但是现在他有没有按确认就是他的事情喽？对，然后少宇，大家有没有期待少宇穿？我第一次双直播，等一下，谢一彤，我有揍你哦！请问你头上那一个卷卷是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造型啊，造型吗？造型吗？请问你今天是演超人克拉克吗？没有，我今天演钢铁人。喂，没有啦，我现在刚好在拍你学长的身份呢。你这个发型会影响你打球的杀球的。对我真的傻眼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各位觉得少宇这个发型好看的刷起来，哎，没有任何动静。哎，少宇今天超台客，哎，对吧？台客，少宇你是不是跟我说你 BB 快吃完了？对对啊，帮我带一瓶好不好？所以你要买哪一瓶？你要买美对不对？但美只要就是台湾有啊，还是你要哪个？啊、你就是小蓝瓶吗？蓝色的啊。而且但是你信用卡没有给我们，我们怎么帮你买？等一下，他现在还没有信用卡。哦，还没有信用卡。什么？声音大声一点。他说你。重听，你是重听是不是？没有，不是重点啊，就是你要哪一个，我们可以帮你拿。我要你后面那个，我后面那个，对，小蓝瓶，蓝色小蓝瓶是小蓝瓶吧？对，那你要上面有快吃完了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要几瓶？所以我们帮你拿这个就好吗？还是你要产品？不，我要后面那个，对，产品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我要产品。自从中全排球队，我要小蓝瓶，需要一瓶。好，好，真的吗？啊，不要收两倍价钱哦。没有，一万日币，只送你一万日币，一万日币，一、哦、万是不是？对，一万日币。OK， 啊，你还收我两万？要我说？哎，啊，你现在在干嘛？跟大家打声招呼，现在这么多人在观看，对对对，跟大家打个招呼。我现在在拍女孩要干嘛、啊？对，然后现在哦，哎，趁机宣传是什么意思？请问？哎，你先往下关掉。你不是有看吗？有啊，我是忠实的追剧，都是粉丝嘛，因为我妹有嘛，就是对啊，要看一下。对啊， yeah, 哇塞， yeah. 欸、不要欺负他、哦。哎、欸，少宇，你今天大小眼很严重哎、欸。啊，真的吗？你今天大小眼很严重。你又闭嘴，你又闭嘴。哇，好帅哎、欸，今天有帅啊。志宏中学正常发挥，就是讲干话，然后狂呛他。对对对，哎、欸，那你现在这个系列，你头发都会是这个造型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但会跟第一季不一样。哦、那我强烈建议制作组不要，不要什么，不要这个发型。好啦，就是我们，啊、他说不帅，我会帮排球队大家带，对，帮大家带，就是好气色的东西。上不了 BB， 好气色，耶、yeah ！因为累了就不可爱喽。对啊，对啊，少宇，你现在就不可爱喽。那我们就帮大家买。好。对，我们现在买了多少？现在已经有我们就六你就狂扫吧，10、11，你就狂扫吧。我们排球队多少人？很多个，未来会很多个，所以很多个嘛，我们就买吧，基本上10万的嘛，对不对？对。OK， 我们多拿一些哦。毕竟我们队上都有女孩子嘛，对不对？都拿，对，属于女孩子也需要。这个也可以拿，这个因为这个台湾没有，对，这台湾没有，对，真的来日本，你就是要狂刷一些台湾没有的东西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换你，看你要挑什么。好，哎、欸，小 plus， 这个非常好期待。对，所以我就，但基本上轩，我们还是多拿一些小蓝瓶。好、啊，因为我们少宇要小蓝瓶嘛，对不对？少轩也有小蓝瓶啊。对对对。好啦，都帮你们带回去了。OK。我们要把它加上清空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梦里，你也要吗？你也要吗？我们会跟少宇收钱，但不会跟你收钱。讲、欸、一下，这个只有日本才有。对对对，带喽。OK， 我想要把刘小乔都带回去。啊，都带。好，那这一栏呢，就是由我们的贺成恩队长对负责。基本上呢，现在
基本上呢，现在这一栏呢，我们已经装满整个排球队的分量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会直接往门口的地方冲。不行啊！哦，对，我们要乖乖的去结账，毕竟这里是日本，好不好？然后为什么少宇的那个在？对，哎，少宇那边收讯不太好，那我们就把它关掉了哦。对，把它关掉。OK。对，然后我们想一下，我们要送给谁？是国宇、杨梦、国宇、梦玲嘛？然后少勋，这对，然后还有小贾，那个叫他自己来拿。对对 对, 对，但郑文正，我就是梦玲、国宇有特别交代，我要帮。没错，然后还有中东小校，你们真的很会使唤经理。对啊，学长对你蛮好。对，对，然后少宇，你已经定格很久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好，他到底说了什么呢？对，我也不知道哎。哦，口罩，我们现在口罩，对，还有一箱口罩，大家比较重要就是出个 BB， 对，要帮大家买。对啊，毕竟少宇没有，我也是傻眼。对啊，你就帮他带一些吧。可以换少勋了，梦玲呢？有啊，梦玲有啊，梦玲说在不会忘了。对对对对，反正我们我家还有啊，我在拿我的。对啊，反正我们回去把产品拿给他们，他们会再告诉大家他们拿到了。对对对对 ，OK OK， 毕竟我们就是来日本帮大家服务。对，那也对、啊、今天也谢谢大家，就是跟着竹马逛日本札幌的东西，在沙子多拉。没错，毕竟一个队长，一个经理，这就是我们能做的服务范围啦。没错，好不好？那哎，等一下，刚是不是还没找到剃头刀？对，哎，没有剃头刀，好不好？不过呢，之前也跟大家预告过我会剃头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东西我是不会食言的，到时候大家就等着看啦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少宇，你一个字讲了一分钟，你到底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他至少有诚意加入我们双直播，好不好 ？OK，OK，、okay, okay. 给大家看一下你的背后了，就是大家也就没有看到， okay. 没有。在这边转 ，OK， 好，你就转过来、欸，可是是反的、欸，我现在发现， okay, okay. 好，大家自己去，反正我相信，应该已经有10000张照片的截图了，对，对吧？非常谢谢大家来看我们直播。然后呢，你为什么一直往外推？不行啊，我们不行，我们要结账，要结账，不可以。满满收获，来日本满满的收获。哎、欸，少宇的直播。学长这次来日本休学旅行，然后帮大家买了好气色的东西，维持好气色的东西是必买的。剃头刀就剃头刀是啊，我们还是找到剃头刀了，不然我也是觉得有点热，但可惜没有剃头刀。哎、欸，我们走到口罩的地方了，那我们就帮对少轩来口罩。哎、欸，还是你要什么颜色？你要不要跟我讲？啊，有人说他小小呢。少勋的口罩我有戴了。小小一直都有在吃啊。小小一直都有在吃。对他自己当地人，这种这么热门的产品，他当然他还要说。什么电影？我说当地人。为什么我觉得听起来很像当电影？对。还有大家有想要跟我们说话的吗？我们现在可以很用心的看留言喽。因为我目前这样看一看，好像没有碰到剃头刀的部分、啊，真的很可惜。对，反正我剃头了，我会好好的跟大家讲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他会分享他的近况给大家。对，那这次的秘密任务，竹马秘密任务就是来日本札幌的药妆店，帮大家买秋葡萄 PP。对，よろしく。还是那句而已，对对对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谢谢大家，然后谢谢日本札幌。对，非常谢谢大家，而且真的我们可以来到 Japan， 真的非常的兴奋。Japan， 然后真的来换我帮你拍你的后面，好不好？哦，拍我的后面。对。然后我相信大家，对，我相信大家真的很怀念。说真的，我们自己也真的非常的怀念，因为从开播到现在已经差不多两年了。对，两年了，然后我们就结账了。对，结账了。然后我们虽然还有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，让我们再穿上这套衣服，对，都是满满的回忆。我相信对大家来说也是满满的感言要说这样。对，真的太多感言要跟大家讲了，因为其实从越界播出到现在，我们真的受大家非常多的帮助。对，没错，队长很多感言。那
也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的北海道之旅，北海道札幌药妆之旅。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分享更多的资讯给大家，对，大家就记得来逛逛哦。好啦，竹马的之旅就到这样结束啦，就跟大家说声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我们是真的很久没有穿这套衣服了，对，我们会玩得很愉快的，拜拜。然后排队大家，自动排队问大家。我会帮你们带，做一个队长的招牌动作。没有头发，宝贝，把你的身体交给我吧。那你的招牌动作是什么？就推眼镜啊。然后有帅有帅有帅，就给大家解读。那我们就对对对，那或者是我们两个照吧。拜拜，有点舍不得啦，但还是得跟不要乱了。有点舍不得，但还是得跟大家说声再见，因为我们要结账。对。好不好？ Bye bye， 我们会留直播的，然后欢迎大家再持续的。博宇、梦林、少宇就等我们拿回去。还有少勋，还有少勋，对，别忘了，好不好？拜。